知识、勇气，还有成长的信念，这些都是被选来制造完美人类的必要成分。但是玛丽马克不小心在调制的配方里多加了一种成分，化学物 UFO。因此，飞碟有一点就这么诞生了。发挥他们特殊的超能力，玛丽马克献出了他们的一生，打击舞曲，还要对付邪恶的坏蛋。今天你有点无聊吗？有一点兴奋吗？有一点难过吗？有一点想睡觉吗？有一点酸酸吗？有点状况吗？飞碟有一点。まあそうだな僕じゃないよなそして君は運命通りにどうかそいつと不幸せにでそれは冗談でもいつかどっかでやっぱり僕にしとけばよかったななんて思う日は来ないだろうなどうせならもっと嫌われたくなくてさ気づけばただの面白くない人に誓ったそれは元からだった下午的1:11，欢迎你来到今天的飞碟又一点。这首歌曲来自于 Back Number 的《怪兽 No Size》，怪兽的尺寸。今天来到了8月7日星期一，欢迎加入今天的飞碟有一点，欢迎你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1:00到3:00加入飞碟有一点。暮れ惑われるようにまた気づけば髪
好啦好啦，这首歌曲 Living My Life 来自 My Little。 今天第一个小时呢，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立马帮帮忙，我是玛丽。嗨，我是欧马克，在这边诚挚的为您服务。你有任何需要我们帮帮你的忙吗？欢迎可以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或是在我们的 Telegram 群组里面留下你的立马帮帮忙。那每天会为你送上不同的音乐，像星期一的第一个小时呢，我们会为你送上 J-POP， 让你感受一下日本的文化流行脉动。这锣声怎么这么的大？它好了、哦，它就是时好时坏啊。我们再测试一下，它好了没？哇，完全恢复，赞哦！泣いても続く人生なら、この想いをつなげた。続く
这个《美少女战士》的主题曲版本呢，是来自于桃色幸运草 Z 1:24，还你继续回来飞碟有一点，在飞碟联播网，我是玛丽。嗨，我是马克。我们在进行立马帮帮忙的时间，有一个忙是指定马克来帮忙的。什么？他说最近我在整理房间的旧物，翻到以前女友的小盒子，里面有一件前女友的小裤，我该如何处理呢？这个我要收藏吗？还是寄回给前女友呢？还是上网拍卖掉呢？这一件桃红色的小裤，所以是自己的前女友，不是现任女友的前女友，是自己的前女友吧？哦，自己的前女友，翻到以前女友的小盒子里面有件前女友的小裤，那就不一样吧？下回是你的女友，你的前女友的小裤，还是？你的现任女友的，他的前女友的小裤。
请告诉我，请告诉我，在线等。因为最近呢，我在看《五指转生》，所以你说到小酷酷，我就会一起连带想到有个神龛，它会有一个特别的盒子把它供起来。你今天是不是也要处理一些电台的小盒子了？你不要逼我好不好？不要这样子。我帮你开啊！我最喜欢帮人家整理东西了。不行！干嘛？为什么要这么凶的口气跟我说话？不行啊！我只是问问。不行啊！我只是学，我只是 ASK。还是你拿你国高中的盒子，我们来交换开。我之前搬家的时候就清过很多啦，都丢了。就是也有一个前任的盒子。对啊。什么交换前任盒子的游戏哦？我们互相保管彼此的前任。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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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个可以哦，这个可以哦。好笑哦！然后就是卡莉亚翻到说这是什么东西？我说哦，这是玛丽的前任。他干嘛？他干嘛给你？我是说哦，因为他可能就是如果他的那个现任不喜欢他放这些东西，所以他要放我这边。那你也有？他不会想到这一步哦。是啊，应该是。哎，你们现在听到不可以告状了。哎，这是我们的那个秘密，你们不要每次都跑去跟那。对对对对对。还会有人说，他说不能告状哈，我真的是排除万难，一定要跟你说。这种人真的很糟糕，而且最夸张的是，这种人通常连卡特老师都没有追踪，他们就是喜欢搞事的。各位，如果你都有一个前任的盒子啊，你觉得现在如果不打开它，你凭印象，那个盒子里面是什么？大家，你还会记得吗？你会记得你放了一些什么东西吗？因为如果你跟一个人交往一段时间，我觉得可以纪念的东西其实。如果你一个很爱纪念，应该有蛮多的垃圾的，尤其小朋友的时候。对啊，你到底放了哪些垃圾进去？你记得啊？讲垃圾过分了，你记得那些？他帮我编的幸运手环，颜色我也都还记得。哇，幸运手环是单纯线编织，还是以前还会一些比较会去那个小店里面会串英文字的 M A R C， 然后做一个爱心，然后在他的名字，然后串成一条。好像没有那么厉害，有字，但是有图案。编成有图案，它很厉害。不是啊，那种图案应该就是以前我们都有小本本教你怎么编啊。你以前有编过吗？我没有，我是串珠类型的，因为编的太难。串珠你只要去挑喜欢的珠子，把它串在一起就好啦。连我都有编过呢。但我没有折过纸鹤，也没有折过星星。我也有。为什么要折星星给他？到底是充满怨念还是充满祝福啊？充满祝福，充满祝福，就跟现在就是告别式也是都要折那个什么莲花什么之类的，让自己的心平静下。可是那个时候，如果你喜欢一个人，你的心就是很不平静，折那个星星，那个星星就是躁动不安，那个罐子就装满你的躁动、啊。那对啊，对对，就是你要靠着这件事情来平静自己的心情。就是大部分折星星的时候都还在暧昧的时候，不确定对方喜不喜欢的时候嘛，所以那时候很浮动，你就要。就跟亲人过世了以后，然后你也会有巨大的悲伤，然后心里也是很不开心，所以你为什么要折莲花？其实都是为自己而折的，不是为了真的折给对方。我觉得应该会放一些，可能有。我怎么觉得我的盒子里面装的应该都是卡片啊？好像没有其他东西了。嗯，我有很多过往的信件。信在我们那个年代一定会留的啊，就是尤其有一些有意义的信件。然后以前都还会觉得简讯也很珍贵，所以简讯也都要留下来。我没有到你那么疯，我只有在一些关键的信件会留下来。哎，
没有，因为长大以后觉得那真的就是垃圾了。哪会？我现在看到当初那个信，我还是会很感动哎、欸哦。真的啊？不是一些平常废话连篇，就是关键的。比如说告白信啊？比如说告白信件这样子，那个看了还是会很感动哎、欸哦。是哦。是哦。你看到我写给你的军中情书不感动吗？哎、欸，我的军中情书你是不是都丢掉了？没有吧？还是我们现在打开看你那时候军中写什么废话给我？我的也在那个小盒子里吗？应该在吧，手写信我应该都是留着的。哇，我们来看看，人家这很值得开直播哎、欸！下个小时我们要干嘛？就现在看啊！我先做一些心理准备，我们现在先立马帮帮忙，我们先看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帮你的忙。刚刚那个小酷酷人怎么还没有上来回答？02236399955，如果你需要我们帮帮你的忙的话呢，你也可以直接打电话给我们哟。嗨，你好。午安好，马克玛丽。嗨。啊。嗨。是。我是资金阿叔。你好。你好。那个小盒子啊。嘿。你也有小盒子哦。还会留电影票啊。对啊。啊对。票根票根、欸。可是我跟你说，票根的字都会不见。没错、那個欸、那个是什么电脑一出来的，那根本就不持久，笑死人了。我如果没有在电影票旁边说今天去看什么电影，根本不会记得。嗯。对啊，那个根本在后来就跟那个很奇怪的那个发票纸一样，那根本就是没有。你连发票纸都会留哦。热感应那个一定会一下就不见。你留发票干嘛？发票是拿去兑奖的、欸。我不会留啦，我只是形容就是你知道吗，那个东西当你真的拿出来看的时候，心里留不到东西啦。啊，这就是科技的进步啊！在我们的十几年前，那些电影票都还是用手写就留下来。对啊，真的。然后还有一个，那个纸鹤我有折，爱心我有折过。哎，还有一种是一直写人家的名字，你有套好几张纸，那真是诅咒哎、欸。努力那个很可怕，那个一定是看一些日本卡通、日本综艺，那是咒术。这种就是上课无聊，你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我好像没有问过刺青阿叔，就是那你会觉得每交往一任就想要把它刺在身上吗？我不会啊，我其实交往的任数有点少。那你现在老婆，你有为她刺东西在身上吗？没有哎、欸，我们两个都没有哎、欸。哦，哎、欸，你老婆自己有刺青吗？没有、欸，我们两个都没有、哦。你是刺青师傅，但是你们身上都没有刺青。不要再重复了。你们是很特別，你是很特别的刺青师傅哎、欸，这我没有刺的不好看啊。那客人有问过吗？有问说，哎、欸，那你刺什么？你自己刺什么？有啊有啊，我是说，我可能以前刺一些就是喜欢的人，然后后来我就把它弄掉。乱讲！哇，你居然骗客人啊！还有一种就是说，哎、欸，我还没有等到我梦幻之途这样。可是这样子，等于是你完全没有办法形容被刺的时候的感受给客人听，就是胡诌去听别人心得，然后偷别人心得。哎，因为我客界那个介绍很多啊，所以他们都问他们的朋友，又不会问我。嗯，然后当他们问我说这个多痛，我说我哪知道？你有刺过，我没刺过。好的，明白。好的，不要再宣传了。好，拜拜，拜拜。Mini you, coconut.有人说他的秘密盒子放在家里的匾额的后面，只有他自己知道，连老婆都不知道。匾额后面是指什么？刺激1995那个里面的典狱长他那个画后面那种感觉吗？啊，我想到匾额是中医诊所那个妙手仁心的那一种哎。但你后面还是要画哦，他不挖洞，他直接就是因为匾额不是平行的，对啊，浪放在里面，对啊，那很危险哎。藏在匾额后面是我小时候看金庸才会有人把武功秘籍或者什么东西情急之下躲到佛后面或者藏在里面哎。02236399955，需要我们帮帮你的忙吗？嗨，你好。嗨，你好。嗨，你是？
我是柳丁绿茶婊。哎呦，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我有个忙想请你们帮。请说。我四月份的时候要去大阪玩，然后那个时候我已经怀孕22周了，然后想以防万一，就是想在那边确认有没有可以看外国人的医院或是妇产科诊所。你说大阪啊？对，我住的那个住宿附近有一个地方是大阪科学技术馆。哪一站、啊、然后不要哪一站哦？你住在哪一站？町站跟肥后桥中间。所以如果有人知道肥后桥附近有没有一些妇产科可以让你先笔记起来以防万一的话，请推荐。对对对对，谢谢。哇，这个很难、欸、好难、哦、你要求就是住在台湾的人或是你要赌一把，现在有刚好住在大阪的，对对对，好的好的，这个真的需要广大的大家帮忙了。感谢，好的，谢谢马克玛丽，拜拜拜拜拜拜。待てね。例えば僕ら二人きらめく映画のように出会い直せたらどうしたい。何も謎めいてない今日は昨日の続き、日々は続く、ただぼんやり。かすかな足音、質の置く場所、それだけで全て分かってしまうよ。見えすいた嘘も隠した。
気づいた口癖求めた居場所冷めた情熱さりぎは忘れた優しさ今も繋いだままの手目を凝らし夢を見た星にかけた願いほどけない安息時のかけら刻み誰も知らない恋私ただそばにいてほしいだけ詰まる声涙静かに今すぐ抱きしめたい君じゃなきゃ意味がないかけがえのない光口癖求めた居場所冷めた情熱さりぎは忘れた優しさ今も繋いだままの目を凝らし夢を見た星にかけた願い再加上了藤冈定的晴天1:47这里是飞碟有一点我是玛丽我是马克这边有一个帮帮忙85岁台湾义无怎样怎样义怎样台湾艺文界传奇琼瑶，他的创作生涯呢已经迈入了60周年。为了要致敬他带给大家对于爱情的美好想象，所以呢会在8月19号在台北小巨蛋举办2023。当那一首歌响起，琼瑶创作60周年演唱会。那歌手呢都是曾经演唱过琼瑶电影戏剧歌曲，像是李翊君啊、高胜美、动力火车潘越云，还有担任过男主角的古巨基、三金歌王殷正洋都会在现场。
2023当那一首歌响起，琼瑶创作60周年演唱会就在8月19号星期六的晚上7点半在台北小巨蛋。相关的活动讯息，你可以上宽宏售票系统查询。上。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当河水不再流，当时间停住，日夜不分。当天地万物化为虚有，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手，不能和你分手。你的温柔是我今生最大的守候。当太阳不再上升的时候，当地球不再转动，当春夏秋冬不再变换，当花草树木全部凋残，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散，不能和你分散。你的笑容是我今生最大的眷恋。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在上升的时候，当地球不再转动，当春夏秋冬不再变换，当花草树木全部凋残，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散，不能和你分散。你的笑容是我今生最大的眷恋。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这首歌曲呢，就是《还珠格格》的主题曲《动力火车》的当当，那一首歌响起。待会下个小时要开箱什么呢？当，你知道吗？哦，白雪要开箱什么？可以先讲吗？不不，我们要卖关子，是不是？好、啊，那就秘密啊。酷的，我们现在听酷的一首歌，凤小岳的《从今以后你自由了》。家乡的草原离我有多远，有多少思念，多庆幸与你有最后一面。
子的感染力覆盖了整个大地，没人能与你为敌。不用眼泪来与你告别，不用缺陷面对黑暗的季节，我愿意改变曾经彷徨的那个少年。不用推搡来与你告别，不让自怜哀怨来使我疲倦，你的出现容许奇迹的实现。走出了绝望的边界，期待我们下次见面，我已还原。蜡烛熄后获得了解脱，一辈子背负了多少疼痛，阴冷的风雨，笼罩的乌云，你从不担忧，愿你不再受到人间的折磨，舒缓我的气息，你抚慰着我的心，没人能与你为敌。不用眼泪来与你告别，不用缺陷面对黑暗的季节，我愿意改变曾经彷徨的那个少年。别，不让自怜哀怨来使我疲倦，你的出现容许奇迹的实现。走出了绝望的边界，期待我们下次见面，我已还原。不用缺陷面对黑暗的季节，我已经改变曾经彷徨的那个少年。不用推搡来与你告别，不让自怜哀怨来使我疲倦，你的出现扫荡所有尽是悲伤，在